要哭了，却又如此伤感。到饭点了，今天带大家去一个我还挺喜欢吃的一家面馆，阿翔老面馆。进来了，要两个鸭头，然后一个荷包蛋，然后大肠面加油渣，这个自带的搓搓小手。哦，是鸭头先到啦。嗯，就是这个味道，有点辣辣的，用火烂一夹这个肉起来，用舌头一捻，肉就全脱下来了，留下来一只，一会儿跟面一起食用。我的面来啦，哈哈哈！肥肠、荷包蛋，吃起来。吃那些喝汤，营养又健康，很有韧性，很韧性，不咸也不淡，没有保留一部分大肠原本的味道。嗯，看我发现了什么好东西，吃面不吃饭，香味少一半。要哭了，真是被辣了，两口鸭头更上层楼，肥肠入口，应有尽有，简简单单一碗面，幸福开心又一天。